文博会，你看到下午还是一堆人呢，你还是依然要排队进场的。现在的时间来到了下午4:51，前面这些人都要去文博会的，而且我现在是在花博的外面。好，我让你看看这个人龙有多长。我走了6分钟，慢速走了6分钟，你看这人潮有多多，超级多。这文博会啊，哦，我本来以为我进不来，想不到5点就开始放人了。我现在在文博会现场了。今年依然相当多人呢，那外星娃娃刚好经过。来到了皇阿玛的后宫生活了。哦，前面还有 SO Boy。木棉花代理动画的，这里全都是动画的东西。口罩。哎，这里这里。天竺鼠车车的口罩。哦，恁关东煮，哦，真好日式哦。又是这只小鸡，上次有看到这只小鸡的玩偶啊。虎创，上面都是老虎哎，有犀牛，啊，有浣熊，还有毛毛虫，好可爱啊。
商品也是有的。走到这个时候，还是一直有人进来啊，因为这个展览到晚上八点，算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，所以大家都有机会。小岛匠所，这里是印章，做得很精致，看起来很像可口的饼干。的时候做的一个活动，那同样有讲座啊，然后还有跟那个明世他们过年的时候，就是有大雨人小宇宙。哆啦 A 梦50年呢，那比我还早啊！50年真的是很久喽。还有古曼梦。UDN 的有点事，这个的话 UDN 应该没人不知道啦，因为 UDN 就是那个联合的，也是在办文创的。除了好想吐以外，还有这些猫，蒙娜丽莎变成猫。保冷袋，还有联名的吹风机、果汁随行机、便当盒。还有毯子。三八扭蛋，老虎欢乐世界，一整排的扭蛋机。鹦鹉，那可能是疫情的关系，都没有看到国外的艺术创作者来这里摆摊呢。今年看到的都是台湾自己的。门口最大的摊位啊，
猫猫从家播。这个是，网络上有注意的话，就会知道这个。这个是小稿，小稿它是网络创作，在网上创作影片的。他们是小稿。嗨，谢谢。人生大小事，好废的问卷也是找不到解答的哦。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好玩，就是走在路上巧遇主管与猴子，会跟谁打招呼？这个好好笑。好废的问卷。好啊。那今晚因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明天再来了。但是因为明天也有可能有事，那如果明天会来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参观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明年见哦。好，大家拜拜。